村，但是啊，在我们青蛙村的后山有个叫烟囱村的地方，那儿的居民啊，每天都燃烧大量的木材，排放出大量的黑烟。救命啊！快跑啊！等等我！快逃啊！奇怪，这些不都是烟囱村的人吗？怎么都往我们青蛙村跑了呢？我们就成了鼎鼎大名的四神大盗了。
心里面的瘾全死光了耶！小声一点！哼，你们这两个强盗，乱排废水，把我们的河川都给污染了啦！差点被毒死了。起来！